怪我不客。呀，张驴子，又吓唬我呢。你先把枪收起来，跟你开玩笑呢。我要是不收呢？我们这里这么多人呢，你以为你跑得了吗？不难啊，你挡得了我的子弹吗？哟，这墙是布做的呀？啊？弄他！弄死他！我在想一件事啊，你说这销魂宴真有美酒佳人吗？你看这个赴宴去的，有几个回来了？哦，嗯，哎，大人，要这么一说，我还挺好奇，咱怎么就没收到请帖？我看怎么竟是些流氓乞丐的去赴宴啊？这像我们这种，啊，不像。大人这种有产有业的，他怎么从来都不惦记着点儿呢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啊，这神仙妖怪啊，我看也是看人下菜。啊，像我们这种家大业大、有钱有势，自己的小日子过得是美滋滋的，还不稀罕这销魂宴呢？啊。嗯，你要收到请柬，你自己去，记得给本官来个书信，汇报汇报就行了啊。哎，去吧，老爷，喝茶。孔雪莉还会回来吗？你怕她不想回来？那你说她为什么要去啊？难道他也贪图金钱美女？男人果然都不可靠，经不起一点诱惑。这有什么奇怪的？这男人自古以来不都这样吗？贪财好色。想必他也不能够免俗，而且他还留过洋。就冲他之前调戏你那副嘴脸，我觉得他也没少祸害良家妇女。不都说好人不长命，祸害一千年吗？他这种祸害应该不会短命吧？你还是对他心存希望吗？弄条小白狗冒充狐狸精，当我是傻子呀？肉骨头没给够吗？来，坐下吧，坐。
不是你，是狗。啊、哦，比我还乖哦。认识吗？狐狸犬啊。啊。多可爱！给我玩玩。给你。可乖了。好舒服，好舒服，上喜欢了。哎，你说说呗。哦，那个女孩会腹语是吧？行啊你。那根狐狸尾巴上啊，缠了一根小丝线，轻轻一拉，尾巴就会动，裙子盖住完全看不出来。但是呢，不能站起来，站起来就会穿帮。你真是太聪明了，我越来越喜欢你了。为什么傻老疯子？这事儿嘛，可就不能怪我了。好好的疯子不当，破天荒的偏要在祥城里说什么。一入销魂宴，寸寸肝肠断。这我还怎么骗人啊？你说是吧？所以他非死不可。哎，等等，谁说这事儿是我干的了？你可别把我给绕进去啊！真是个疯子。屠王八，屠王八，又是一个屠王八。哎，停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又一个拖王八？昨天夜里也有人拖王八，我看见了。有目击证人看到了你的习惯特征。习惯特征？拖王八的人就是他。脖子！哎呦我去，这百密一疏啊！哎呦，我这不是背上被蚊子咬了个包吗？哎，跟你说话呢。啊啊！你把那些人抓到这儿来干嘛呀？想知道？跟我来。别动！淘金啊！哼，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花这么多功夫把他们给骗过来啊？你直接把人抓过来不就行了？你费这么大功夫干什么呀？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？表演是我的梦想，这销魂宴就是最好的舞台。看什么看？开饭了，开饭了！老公。这鸡腿怎么越来越小了呀？我有啥办法？一分钱一分货，你不够吃，给你出个主意呗。小刚的爹，再买一个。不能买了，我还等着赢一把呢。你叫老刚？啊，你也买个鸡腿？啊，这鸡腿多少钱一个？一两金子一个。这抢钱呢？这么小的鸡腿，咋了？嫌贵呀？哈哈，是有点贵。你买不买？我没带钱，没钱捣什么乱，滚蛋！来，下注了啊！哎，挣点钱都给霍霍了，真懂的还回家娶媳妇儿。哎哎哎，你就别看了，我到这儿啊都十几年了，都没逃走，你就甭想了。老刚，别过去，你都来十几年了，哎，快别碰！我累死了。哎，你说方伯爷为什么找孔雪莉啊？例行公事吧。朱婷儿，thank you.
回来干什么啊？去去去，拿走！快快快快快，收走！你们怎么看？现场有打斗的痕迹，地上一片狼藉，孔捕头应该有过激烈的反抗。反抗的这么激烈，帽子和手杖都丢了，这孔捕头怕是没了。哎呀！啊，英年早逝啊！嗯，你们怎么能这么草率？这可是条人命啊！师爷，哎，准备公文，再去找一个新捕头来。哎，好嘞。孔捕头还没成亲就没了，太可惜了。哎，是啊，哎，赶紧准备公文啊！啊，哎哎，大人。方捕爷，就这么算了。也许还有一线生机，我们去程家沟找找看。是。又死一个。哟，怎么没死？死可太难了。算你命大，老刚，你一离家就是十几年，你老婆天天盼着你回家，每天吃斋念佛，哭瞎了眼。你儿子好不容易娶了个媳妇，生完孩子，他媳妇就死了。这没娘的孩子最可怜，都说隔辈儿亲，孙子想爷爷，天天喊爷爷呢。我对不起他们，我知道对不起他们，为什么不离开这个鬼地方啊？谁愿意待在这儿啊？这鬼地方，这不没办法吗？出不去啊。为什么出不去？天杀的，这三面环山只有一个出口，还成天有人把守着。有出口应该试试啊。出口是悬崖呀，悬崖下面是条河，那谁敢往下跳啊？这不难，我能救你出去。你能救我们？嗯。哎，其实火势不错啊。难得，省着点吃啊！还别说了，一会儿还要干活呢。吃吃吃吃吃！哎，真香！别坐了。哎，你不还不说你呢？别哥。出去逃？这不是送死吗？敢不敢冒险？继承霸王，无承霸王，那我可不敢。你没出息，你就在这憋屈死吧。怎么样？反正这日子我也受够了，大不了一死。找到了吗？那怎么办啊？我已经尽力在找了，可是没有一点消息。小时候，我妈跟我说，如果半夜遇到鬼打墙，就丢一粒豌豆，找到这个豌豆，就可以找到回家的路。她会不会呀？我好多年没见你这么关心别人了。她拿了我的鞋呀。顺便偷了你的心吗？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开玩笑？陈大人怎么说？他忙着落井下石，都打算找新的捕头了。我早就知道他是这种小人。那你说，他是生是死啊？不知道，他身上的物件，反正是都找到了，一件也不少。刚说什么来着？
找豌豆。对对啊，找豌豆，我怎么没有想到？找豌豆。哎，找豌豆。真香。张驴子，你就会拿吃喝来诱惑人呐？你是不是江郎才尽了啊？又吓唬我，断头饭都准备好了。还真瞒不住你。哎，我接到命令，必须让你死。其实吧，我还是挺喜欢你这个苦瓜脸的，对你的一片深情都在这桌酒菜里。哥尽力了，你就吃饱喝足了，啊，好好上路吧。人尽如此了。哎，你看紧点啊，他吃完最后一口，送他走吧。是。哎哎，我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。你说，销魂宴上那房子是怎么凭空出现的？问阎王去吧你。哦。这么关键的证据随手一扔，太敷衍了。哎，哥俩辛苦了，我来送饭。今天怎么多个人啊？哎呀，这不叫傻了吗？老板让他陪我送个饭。啊，对。进去吧，进去吧。慢点，小心小心。哎，你这最后一顿从中午吃到晚上了，吃到地老天荒啊！我都这么难了，这最后一顿不得慢慢吃吗？你小子耍我是吧？你一吃完，我手起刀落！啊，吃吃吃吃吃！我看你耍什么花招，你一放嘴里，我就砍你我！空不倒，空不倒。现在人少，咱赶紧走吧！赶紧走吧！你不走吗？哎呀，你们先走吧，记得回来救我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保重啊！哎呀，平时都是我打别人，风水轮流转，今儿得打自己了。不回来救我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！我就说是骗人呀，空捕头，咱快走吧！没机会了。来了，小哥哥。哎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跟我走吧，来自狗，好大招了，给你们两路。快快，老板让你们抓狗，快去快去。快快快。就是后山，好，我站住！我可真是个小机灵狗。爱国人士来说，这新哥这是我爹呀！你不能把我爹扔下去啊！快来救你！不扔也行。
那你跟我回襄城自首，我就把你爹给放了。你为难我一打杂的算什么英雄好汉啊？有困难是吧？这确实有困难。我想办法，想办法，我想办法。行了，看你也没诚意，我把狗给你，你回头又下油锅。哼，我就是想和你赌一把，看看谁命硬。要是小爷死里逃生，你的好日子可就到头了。哎，别别别，等一下，这上面四五十丈高，你跳下去连骨头渣子都不剩了，你这张帅脸不能帅个稀巴烂吗？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丢一条狗你就难过成这样。人家丢了老婆孩子，被你关了这么长时间，人家该难过成什么样啊？人要将心比心，知道？对对对对。行了，好好活着啊，等我回来。我去，这么高呀！我的心肝啊！老板，咱们现在怎么办？去找啊！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啊！跟我走。是是。雪梨，雪梨在这儿！我的个乖乖，没想到是条小狗叫人的狗脸。你让我完成任务。我果然没死。没死，祸害一千年呗。快快快点跑！在这儿呢，站住！抓住我们！哎，哥们儿，哎，死得太快了吧！胸口中枪就是这么快，朝你胸口打一枪试试。哦，哎，孔雪莉回来了，啊，走，孔雪莉回来了，真的回来了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混蛋，你回来了，还带回了狐狸。嗯，给你，谢谢。哎呀，雪莉呀！哎呀，雪莉兄弟！哎呀，你没事吧？你不在的时候啊，我可是担心死了。我是白天吃不下饭，晚上睡不着觉，夜夜流泪到天明。我每日起夜的时候，起床，起床。每日起床的时候，我都问郑乔，我的雪莉何时回来？大人，这是助情助义，雪莉让大人担心，惭愧。回来就好，不惭愧。那个，我们先回县衙，为您接风。哎，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我还有两句话要说。啊，这，别，来来来，请。诸位乡亲啊，都安静一下，孔捕头有两句话跟大家说。各位父老乡亲们，雪莉呢这次能平安归来，就证明啊根本就没有什么狐仙，那都是人骗人。俗话说得好，人吓人吓死人呐，人骗人也会骗死人，那只是张驴子找的一只狗。希望乡亲们以后都擦亮眼睛啊，不要再相信那些装神弄鬼的了。可是那些灯笼还有突然出现的房子是怎么回事啊？就是啊，不难啊。今天晚饭后就在这儿，我来告诉大家真相。大人，你觉得呢？好好好，就在这儿啊。今天晚上都来，都来看啊。对，都来，都来啊。那个，那就散了吧。那个，我们回去，散了吧，散了吧，我好好的请你吃一顿，好吗？散了，散了。来，让让让让，好好，走吧，走吧，让了啊。小达，到，带我的骏马出去放放风，看到这段时间没有运动都胖成什么样了。
顺便帮我去省城送个信，路途遥远，多喂粮草。好的，放心吧。小胖，有。通知这些年丢失家人的朋友，今天晚上听我号令，统一行动。得令，头。方东，去找木匠和扎纸匠，按照这个图纸制作，加班加点，今天晚上就要用。小强，帮着照看一下。好嘞。哎，小丽，来来来来来，跟本官说说你的遭遇啊。大人啊，有金子。有多少？有不少啊，他们在淘金。这帮刁民居然胆敢瞒着本官在降城偷偷淘金，岂有此理。特别是张驴子，我绝对饶不了他。大人，是不是派点人办他一下？必须办他。左腿右腿，大人，咱们找人去办他去。你等着，我找人去办他。办他。乖，你搞什么名堂？晚上你就知道了。怎么样，今天晚上弄得完吗？我觉得应该没问题，你这图纸画得有点意思啊。那当然了，我学贯中西，还在美利坚旁听过建筑建模解析。什么是建筑建模解析啊？这不难啊，就是把造房子的过程画在图纸上，你这份就是啊。我的鞋呢？丢了，丢了。你怎么不把自己也丢了？我也不想的。要不我赔你一双吧？那是我自己绣的，你拿什么赔呀？等着。我怕丢了，每天晚上都抱着睡觉。现在见不着这鞋呀，我都睡不着觉。不要，不要就是想要。哟，脚怎么这么凉啊？我给你捂。哎，你走开！哎呦喂！哎呀，哎，你是穿一只鞋蹦的过来的吗？真可爱。还不都怪你啊！疯子孔雪莉，你还敢看我笑话？哎呀，看来你今天晚上只能住在这儿了。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了。我的个乖乖，你这个小调皮。又没正形，早晚会爱上我的。让让，让一下，搞定了。今天我孔雪莉也做一回神仙，给大家看看。大家都折过纸船吧？折起来之前呢，就是一张纸；撑起来以后，就变成了一艘船。这个房子的原理也是一样，用纸做的墙，用木材做的结构，这样轻便便于携带。当然，只能远远的看。我在欧美游历多年，真真假假的把戏瞧得多了。好莱坞电影里打飞机的金刚看着威猛，不过是演员套了个猩猩的皮囊。百老汇大道的音乐剧，舞台上的房子金碧辉煌，却都是纸板搭建。在我看来，魔术、电影、音乐剧都遵循一个原则：舞台美术。用纸扎的豪华宅院展现无中生有的神奇，用发电机点亮狐狸灯笼营造诡异的氛围，戴上狐狸头套，系上狐狸耳环，上演一出狐仙的传说。可惜遇上了见多识广的我，这冒牌的狐仙布景屋也该拆了吧。所以世间哪有什么鬼怪，不过都是人骗人罢了。我故意被张驴子捉去，就是为了知道他的老巢在哪里。现在有了这个狐狸犬，一切就都省事儿了。我在外游历多年，据我所知，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白色的动物，但其中一部分是得了白化病基因突变的动物，
传说中契丹人用来祭祀祖先的白马，居住在世界上最荒凉最寒冷之地的北极白狼，还有土耳其远古品种安哥拉猫、白猫，这些都是白色毛发的动物而已，还有什么白鸡、白鸭、白天鹅等等，而孟加拉白虎和非洲白狮。但是据我观察，那只白狐狸精其实只是一只白狐狸犬，学名银狐犬，起源于德国，在西方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家养小型犬，简单来说其实就是一只小白狗。走，抄了张驴子的老窝，跟我来。走，出发。哎，小丽，你这个房子很棒啊，那你看这个黄金的事儿就啊。大人，这不难的，如果大人实在不放心的话，可以跟我一起去啊。哎呀，放心放心，我十万个放心。等我回来聊人生，那就等你凯旋而归啊。好，我们先回去。走了啊，平妹妹。我走了，注意安全，早点回来，等你啊。嗯嗯，老让人家带路，也不给我点好吃的。快，快快跟上！头，这没人。头，这也没人。头，这没人。山洞里这没人。头没人。头，我这抓一个。过去。老刚。老刚。爹。老刚，等会儿再负责相认。张驴子呢？张驴子跑了，我领你追着吧去。走，跟上。走，走，张驴子去。走，走，走，走。事成之后，一人一斤金子啊！哎，老板，你现在别说是一斤了，你就是一人给我们十斤，我们这下午没吃饱饭。你是真的没有力气了，我是走不动了。早知道晚上多给你们俩鸡腿了。站住！哎，老板，不好了，他们追过来了！老板，别喊，他们快走！小打，放枪！好，别跑！快跑！别跑！你们太配合了吧？啊！别走！别别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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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跑了！我凭什么不跑？不让你抓我！难道你真的觉得一棵树就能遮住你吗？苦瓜，你别想吓唬我！哎呀，给我上！是。你是想当张筛子吧？这么多人伺候你，你还敢动吗？不敢动，不敢动。这么多枪，谁敢动啊？给我绑回去，聊人生。哎，有大师做法呀！好，走走走。是做法，闲杂人等不能靠近。衙门办案，都给我闪开！龚雪莉，过来。什么情况？大师在做法啊！小道初来降城，本来想送一些薄礼给大家，但众口难调，唯恐失了分寸。敢问大家缺点什么？本人在此尽绵薄之力。缺钱啊！我们就缺钱。缺钱啊！就是。那我们可出发了。啊，你就看吧。什么呀？什么呀？啊！哎，我眼睛都花了。看，看，看！啊！不要！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
张驴子，别跑！张驴子，跑到天涯海角，我要把你追回来。真钱，是真钱，真钱啊！真钱啊！大师显灵了！大师，真是好骗啊！两文钱你们也捡了。谁怎么没劈死你啊？天下大变，魑魅魍魉，鬼怪横行，好自为之。大师，这点钱不够花呀！大师啊，我七十多岁了，还没有享受鱼水之欢，你治治我的病啊！大师见了，我的钱都够花了。谢谢师哥救我。跪下！你还有脸叫我师哥？师父的死，紫微星所有的师兄弟都以为是我下的毒手。我好不容易平息了这个事情，现在又出了金沙滩的乱子，你要怎么解释？师哥，我错了，你罚我吧。经营了近三十年的金沙被你给毁了，这是我们紫微星的根基，一万多名手下的生活来源，笼络人心的财源全靠这个金矿来维持。我信任你才把金矿交给你，而你呢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这一切都怪那个孔雪莉，我一定不会再让她跑了。这个孔雪莉果然不好对付，我一得到消息就赶来了，还是晚了一步。我也说不清楚，这孔雪莉邪门的很，她胆子又大，脸皮又厚，脑子还挺聪明，我实在斗不过她。行了，起来吧。哇，你们看这个钱是真的，哎，我捡了好几个，你看。你没事吧？为了两个铜钱就跪啊？膝盖那么不值钱吗？我只是，哎呀，那是活神仙嘛，跪一下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凶什么凶？他们无知，你也无知是吗？这种妖孽你也跪？孔雪莉，子不与怪力乱神。你有见过这种有求必应的妖孽吗？我再警告你一遍，你别不识相。这里可是降城，降城的文化就是这样的，你不懂就闭嘴。神话，像话。都是嘴里的狡猾，吃着瓜装什么潇洒，我登场你发边唱吧。